thank you 大家好，啊，欢迎各位继续观赏我们《证券经营与实务》啊第三讲次的播出。那第三讲次的话，主要内容就是信用交易与除权洗的一个内容。那同样的，我们今天也非常欢迎啊徐老师一起来跟我们授课。那徐老师目前啊，除了在大专院校有讲授有关证券分析这方面的课程之外，目前也是证券分析师。那我们请徐老师。好的，啊、呃、各位观众跟同学大家好，很荣幸我们今天进入第三讲次。 这个信用交易跟除权洗的部分。那谢谢徐老师的一个参与。那同样的，我们本讲次也分三个重点来跟各位说明。那第一个重点就是要让同学了解什么叫做融资啊，什么叫融券。那第二个重点的话，要给同学了解到有关你啊融资融券与股价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融资融券的变化跟股价。 的啊关系到底是如何？那第三个重点的话，要跟各位谈到的是有关于除息、除权以及假除权啊这方面的一个说明。那首先我们来跟各位谈到有关于融资融券的意义啊、哦。那融资融券的话，简单的讲就是信用交易。那所谓的信用交易，简单的我们可以这么样的解释，就是哦融资买进股票以及融券放空股票啊、哦，这个是它的意义。那有关于啊。哦 在怎么样的条件之下的话，你才可以取得信用呃的一个户的资格？那我们有几个条件来跟各位说明。第一个啊，你必须满二十岁，而且有行为能力或一法啊登记之法人，也就是公司哈。第二个，你必须开户已经买卖呃满三个月呃以上，那你才可以办理。那第三个资格就是说哦，你最近啊一年的成交必须要十笔以上。 那你要申请的金额，就是说你在这一这一点里面的话，如果你成交金额是一百万，那你的额度可以乘以百分之五十，也就是五十万。那第四个哦的一个资格，就是说你的所得以及财产，那合计把它计算的话，那如果是啊呃两百万，那你的融资额度就會乘以百分之三十，那是六十万啊。就是有关你啊有关你开户开信用户的一个资格。那接下来要跟各位谈到。 啊，你可以作为啊融资融券的股票，而、啊、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可以啊成为融资融券的这样的一个资格作为啊股票哈。那第一个你要上市满六个月，而且它的每股净值要在票面以上，也就是十元以上。那对于上柜同样啊，你要满六个月以上，那每股净值也在票面以上，也就是十元以上哈。就是有关于我们可以作为啊融资融券的个股啊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那对于我们目前融资融券的额度，呃的定定为何？那有关于这方面的话，我们请徐老师来跟各位说明。好的，那我们这个整个一个国际金融的市场啊，从这个九七年啊，这个亚洲金融风暴以后啊，这个所有的这个金融危机啊，这个陆陆续续的频繁的一个次数啊，产生这个频率啊，相当的高。那追根究底，最主要原因就是在于信用的一个扩张。 那基本上我们这个融资融券的部分，诚如呃郑老师所言，它就是一种信用交易。那信用交易、信用扩张啊，它本身就存在着呃相当大的一个因这个风险所在。那所以说啊，在我们这个法律的一个规范上面呢、啊，对这个融资融券的额度啊，对我们这个个人的部分呢、啊，有若干的一个规定。那我们这个自首先对于这个融资这个上限的部分呢、啊，每一户啊，它的一个。 额度的一个上限啊，只有六千万。那这个主要是呃，针对这个上市、上柜这两个啊市场的一个股票，都是同样用这个六千万这个额度。另外就是呃，规定啊，单一上市这个呃股票啊，单一的个股啊，我们对这一支的投资的一个金额的一个上限啊，也是不可以超过这个一千五百万的。啊，至于这个上柜这个融资的部分呢、啊，的金额是不可以超过一千万。 那至于融券的部分呢、啊？我们每一户的一个融券的一个上限的一个额度啊是四千万。那一样上市上柜股票都是同样用这个额度。那对于单一上市的个股的一个额度啊是不可以超过一千万的一个融券的额度。那对于单一上柜个股的部分呢啊不得超过七百五十万的一个额度。那这样的话。 我们能够规范这样一个信用的一个扩张跟信用风险的一个存在，我们是有必要做以上这样的一个规范的。那谢谢老师，呃，徐老师对于融资融券的呃目前的额度的规定哦，详细的说明。那接下来呢，跟各位说明有关于哦融资融券的一个期限。那原则上哦，我们是以六个月，那可以哦申请延长六个月，那以两次为限。也就是说，以目前的规定来讲，啊，你的融资融券的话。 哦，如果你申请延长的话，可以一年半的时间。那在九十呃九十民国九十八年之前，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前的话，我们只能啊、呃、延长，呃就是延长一次为限，也就是当时融资融券哦只能一年哈、哦。那接下来再跟各位说明一下哈，以目前我们在哦贵呃上市或上贵公司的话，在平盘以下不能换空。那所谓平盘以下不能换空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要融券卖出的话哦。 价格不得低于前一个营业日的收盘价，也就是不能低于昨天的收盘价。那但是对于啊、呃、台湾五十或中小一百的成分股，它是不受到这样的一个限制。那接下来跟各位介绍有关于呃目前台股呃融资融券的层数，跟各位说明一下。以上市公司来讲呃目前你可以融资的呃层数是六层，也就是说，如果你买 啊，一档股票它是十万块，那你只要准备四万块，也就是自备款四万块，那你可以借六万块啊，就是六成。那对于上柜股票的话啊，它的融融资的一个层数就比较低啊，它是五成。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上柜的股票一档是十万块，你可以借的金额是五万块，也就是说你要自备五万块。那对于你要融券的话，那当然你要缴保证金。那这个保证金的话，不管是上市或上柜股票的话， 目前都是以九成啊作为呃保证金啊，这、就是有关于目前啊台股融资融券的城市跟各位说明。那我们时常听到一些人说啊什么呃、啊，我今天的话做一个当冲，那什么叫当冲？有关于这方面的话，我们请徐老师来跟各位说明。好的，那首先我们定义一下当日冲销的一个定义啊，我们同一天啊，当日啊融资买进又融券卖出啊相同的股票。 这样的一个两者的一个 offset，这样子一个冲抵啊，就是所谓的当日的冲销。那我们这个步骤啊，你如果你是啊、呃、看多的话，你可以先啊在当天啊先知后见啊、哦；如果是看空的话，你可以先见这个后知啊这样的一个当冲的一个啊、呃、方法。啊不过这边要提醒各位同学就是当冲啊，虽然说它这个我们早上买，那下午就涨啊。 我想这个全世界啊，没有这么好啊的一个啊投资的方式，可以这个早上买，那呃下午就呃赚钱。那这样的一个当冲啊，我们是可以实践的。但问题这个也呃跟我们第二章所提到的一个交易成本的问题啊，同学必须考量的。那个这样的当日冲销的交易成本是我们在做这个当冲啊啊最重要一个考虑的一个因素。好的。 那谢谢徐老师的一个说明。那这个地方，我以个人的经验来跟各位分享哈。那我个人认为，如果你开信用交易户再加上当中的话，哦，我等于就是破产哈。也就是说，各位你要了解哈，你一般来讲哈，你会看到说，我每天呃股票都有涨停板，但是你要去想一个问题，我们集中市场包括啊上柜上市股票的话，大概有一千多档。那今天的话，啊，那一千多档里面都有涨停板的话。 哦，可能是一千分之多少而已，所以各位啊，切记啊，不要啊，你要做融资融券的话，尽量风险要控管好，绝对不要做当冲啊，这是跟各位说明的。那我们休息一下子，等一下继续跟各位说明。<music> 那接下来我们跟各位谈到有关于担保维持率的计算，那什么？ 担保维持率呢？我们来跟各位说明它的定义哈，也就是说，哦，融资股票下跌，啊，融券股票上涨，那维持率啊低于一百二十的状况之下的话，你就会被断头。那一般来讲，我们融资是希望股票上涨，结果它是下跌；那融券的话，我们就是看好不啊，看好这一档股票，它将来是。 哦，未来是不好的，所以你是希望它是下跌的结果，它是反方向上涨。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你就会让你的融资维持率低百分之一百二十。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哦，我们的证券公司啊、哦、就会在啊、哦、通知你，你必须在两天日哦两天之内哦补缴差额哦。那如果你未能够在两天之内哦补缴差额的话，就会遭到所谓的证券商的。 啊，强制的断头，所谓强制的断头，就是把你如果你融资买进的股票，就把你卖出；如果你融券，哦卖出的股票，就把你买回来补啊、哦，这个叫做断头。那以目前的话，我们在计算哦融诶维持力的话，是以融资融券哦把它加起来和呃来计算它的融诶、呃、融资维持力。有关你担保维持力的计算公式，我们来跟各位说明一下。那我们首先来看它的分子。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上面的分子是融资担保证券的市值，也就是说，各位啊，你用融资的方式买进来这一档股票，它今天的收盘价是十万的话，那融资担保证券的市值就十万块，再加上融啊，连融券担保价款，也就是说，各位同学，你融券卖出股票，当然可以拿到一笔钱，那这一笔钱的话，我们就放在这个地方，以及保证金，也就是目前我们的规定。 啊，就是九成啊，就是分子的部分；至于分母的部分，就是原融资的金额。也就是说，各位啊，买十万块的一个一档股票，那你可以融资六万，那这个就是六万块啊，就是原融资的金额，再加上融券证券的市值。也就是说，你融券卖出以今天的收盘价。 如果是啊十二万，那这边就是十二万，再乘以百分之一百啊，这样算出来，我们称为担保维持率。那有关于担保维持率的话，我们在课本里面讲的非常清楚。但是我们为了让各位更容易明白，所以我们就来几个例子来跟各位说明哦、啊，就单融资这方面来跟算给各位看。那担保维持率的一个计算，单纯只有融资，我们可以这样计算，也就是融资股票的市值除以融资 这款的金额乘以百分之一百，那融资买一百元，那融资比例如果以目前来讲六成，那融资的金额我们就可以六十块。那如果啊、呃、这这档股票跌到七十二块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这样算哈、哦，把七十二除以六十再乘以百分之一百，那我们就算出来啊，它融资维持率就是百分之一百二十。那这个是呃符合刚好及格，那不必追缴。如果低于 百分之一百二十的话，就必须要追缴啊！这是有关你呃这个例子，那各位可以啊详加的参考课本里面，我们从融单独的融资、单独的融券，一直到融资加上融券，我们算出来维持率相当的清楚。那对于融资啊追缴价格的一个试算的话，我们跟各位说明哈。那我们如果融资追缴价要怎么样计算呢？那我们来跟各位看一下它的试算的公式，那你就可以买进的。 价格好，再乘以融资的乘数，再乘以百分之一百二十。那例如我们买进是一百元，那融资乘数是百分之六十，那你就把一百元乘以百分之六十，再乘以我们现在的呃目前的法法律的规定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维持率。那算出来如果七十二块，也就是说这档股票只要低于七十二块的状况之下，各位就会啊、呃、收到啊、呃、证券公司的追缴令。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哈、哦。 那相同的对融券的呃试、哦、算的一个试算方法的话，我们也有一个方法。那这个方法，我们就请徐老师来跟各位说明。好的，那诚如郑老师所言呢、啊，他这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我个人的一个投资的经验啊，这个呃听到这个追缴这两个字啊，比这个啊、呃、被想追女朋友拒绝那种电话还恐怖哈、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啊，啊同学啊可能要啊、呃、更加的小心。 啊，来这个呃控制自己的控管自己的风险。那至于融券追缴的这个简单的公式的一个试算呢，啊,啊，如我们这个呃字卡上面的融券追缴的一个呃价款，它是等于卖出价乘以啊、呃、刮弧一加融券保证金的一个乘数，那再刮弧除以这个一百二十 percent。那这个我们举个例子啊，例如你。 卖出的时候是这个一百块，那这时候你的这个融券的保证金是百分之九十，那我们的试算的公式就是一百乘以一加百分之九十刮胡，那再除以这个一百二十 percent，那所得出来的这个啊价、呃、款的部分是一百五十八点三，那这个三的部分是在我们这个跳动这个单位的以下五角以下，所以我们就啊、呃、在算的时候就是一百五十八块就必须啊。呃 达到这个标准，你就是这个股票事与愿违，涨到这个一百五十八块啊，你就有一种追缴的一个可怕的一个事情产生。谢谢。啊、所以徐老师对于哦融券的速算方法详细的说明。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第二个呃、哦、重点，就是融资以及融券与股价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在讲到这个重点，我们首先要去了解几个名词。第一个就是融资使用率。 啊，什么叫融资使用率呢？也就是说，呃，个股可以融资买进总限额中，目前已被使用的比例，这个叫融资使用率。那第二个名词必须要呃跟各位说明的就是有关于建资比。那所谓建资比的话，就是融借的余额除以融资的余额所得到的比值，啊、呃，这样叫做建资比。那有关于这方面的话，我们用例子来跟各位说明。我们从呃。 字卡里面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呃，它的计算方式是这个样子。那这个表的话，各位可以从雅雅虎的有关你股票这方面哦，去找到这样的一个表。那我们看到哦，宏达电的话，在呃一零二年六月二十五号当天的话，它的融资余额是啊呃六万八千三百九十七哦。那你它的融资限额的话，也就是说，它这一档股票最多可以融资的额度是。 哦，二十一万三千零一十三，那我们把六万八千啊三百九十七张除以哦二十一万三千零三零啊一十三张，那我们就可以算出来，它融资使用率大概是百分之三十二点一零。一般来讲，我们融资使用率如果高达六十哦，甚至于七十 p e 以上的话，就是高融资的股票。那高融资的股票，只要整个市场的趋势哦从哦转空的时候啊，这些股票往往都杀到哈。 见到骨头啊，所以各位看，如果看到整个啊盘市的话是走空头的时候，对于融资的股票啊高融资使用率的股票就要特别的小心。那接下来我们跟各位介绍有跟你建资比，那建资比的话，我们同样用这个字卡来跟各位说明。也就是说，我们在下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融借的买进以及融借的卖出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它六月二十五号宏达电它的融借已有是啊三千。 呃，五百八十一张，但是它的融资余额是呃六万八千三百九十七单，那我们就可以算出来它的啊、呃、建资比大概是百分之五点二四。那一般来讲，如果建资比到了百分之啊七十以上的话，那这个就被嘎空的几率就非常大。那这个各位同学必须要去了解的。那介绍到呃这边，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各位谈到哦，我们要一个概念，就是有资才有建。 那什么叫有资才有借呢？就是有人去做融资，我们才有借来借给人家。那各位同学要了解到一点哈，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借钱去啊、呃、买股票，那这个买买的股票并不会把它存在你的集保的布置上，而是存在由啊、呃、借给你钱的证券公司帮你保管。假如说你融资了十张，那这十张股票是由证券公司帮你保管，那证券公司会拿这十张的股票来借给。 啊、哦，要换空的人，也就是做空的人，啊、哦，也就是用融券的卖出。那如果你是十张，他就可以借十张给他。如果假设你的融资是十张，结果要换空的人是十二张，那差了两张怎么办呢？那你就可以做所谓的标，呃，就是我们的借鉴的方式。以目前借鉴的方式，我们一般可以分为三种，也就是说，呃，标借以及易借以及标购。 那有关你这方面的话，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才跟各位啊详细的说明。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在怎么样状况之下，你必须要做啊这样的一个动作，也就是标借啊、e 借以及标购呢？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当你的融资的股票啊，于融借的股票的时候，已有的时候，你必须做这样的工作。 那、啊、为什么呢？因为证券公司它必须取得这样的一个差额来办理所谓的交割。而且刚才跟各位讲到，如果你融资的呃是有十张，但是融券的话要有十二张，那差两张怎么办呢？你就可以透过这三个方式，就是标借、议借以及标购。那在怎么样状况之下会产生所谓的融券的啊余额大于融资的余额呢？有关于这方面的话，我们请徐老师来跟各位说明。啊，基本上这种情况的产生啊，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景就是我们这个看空的融券户啊，大量的卖出这个股票；另外，第二种情景是这个做多的这些融资户啊，一样大量的这个出啊出场啊，卖出他的一个融资的一些啊股票标的。至于第三点，融资户啊，我们已经啊这个死心了，他大量的回补他的一个融资的金额。那这种这三种情形呢、啊，都造成这个我们这个。 呃，这个支线的一个变化的情形，那我想这样的情形呢、啊，大部分就是啊、呃、比较属于这种短空的情况产生，但当然这个融资的一个下降，融券的一个上涨啊，就酝酿啊下一波上涨的一个空间。那谢谢徐老师对于呃融券为什么呃会呃增加的原因跟各位说明啊。那既然融券呃的呃余额大于融资的余额。 呃的状况之下的话，那我们要办理交割，那我们刚才谈到的三个方法，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跟各位介绍啊。第一个叫做标债，那标债简单的讲就是啊、哦、由市场来公开的一个竞标。那一般来讲啊，发、哦、生融券差额可以向投资人公开这股票办理交割。那这呃怎么样子来办理呃这股票呢？我们的方法可以透过啊、哦、交易所与证券商的电脑连线来办理。那 有关你啊这件的啊费用的最高标准，以发生差额日，也就是当天如果发生的差额是两天的收盘价的百分之七为限。那对于费用的话啊，这件的费用由各融建户按融资余额的来平均分摊啊，这、就、个是有关于标债。那接下来跟各位。 呃，谈、啊、到有的溢价，J, 也就是说你标债还是不足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意、e、价的方式。那意、e、价的话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想就是呃，向、啊、特定的人预定价格介入股票。那一般来讲，当标债不足的时候，像大股东啊议价啊借用股票交割。那一般来讲，标债为公开征求，那啊价格比较低的，好先得到哈。 那第三个，我们要了解到，仅能在啊标借不足的时候，才能采取啊易借的方式。那第四个，我们要跟各位谈到的易借的借件价格，大都会高于啊标借的，好、啊、来的高。那有关你易，有关你啊易借的费用，是由融资户按照融资余额来平均分摊啊。那有关于啊借借的费用，就是以发生啊差额的当天的收盘价的百分之七为标准。 那如果这两个都还不足的时候怎么办呢？那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要做到标购。那标购的话，我们就请徐老师来跟各位说明。好的，诚如郑老师说的，在这个标界跟异界啊都没办法借到股票来卖的时候啊，我们另外一个渠道，这个管道就是标购的部分。那标购的部分呢、啊，它是一个啊买断的一个观念啊。这个你买入从这个公开市场去购入之后啊，你就不用再啊归还这个出借人。 所以它基本上的一个要点有四点：第一个，标借跟意借没办法借到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办理这个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去公开的一个标购；另外第二点是向该呃、啊、标的物的股票持有人啊，在公开这市场啊征求购买其股票；第三点，我们必须透过这个证券金融公司啊啊替这个融券户标入这个股票，来来偿还这个差额的部分；第四部分。 就是我们这个价格的部分呢、啊，标购的底价是以标购前一个营业日的一个收盘价的啊，最多只能加十五 percent 为限。比如说上一个营业日的一个啊收盘价是一百块，那顶多在这个公开市场去标过这个价格啊，就不能超过这个一百一十五块。好的。 那是徐老师对标购的详细说明哈。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有关于融资融券以及股票的一个变化之间的一个关系啊。这个各位啊必须要啊详加的一个注意。那在这方面的话，我们把它分为八点来跟各位说明。那第一个，我们来跟各位说明，如果融资增加，融券也是增加，那我们的大盘是上涨的。 那这个意思是怎么样呢？你各位想想看哈、哦，如果说我们目前的话有五十个人做融资，有五十个人做融券，也就是融资是看多，融券是看空，那彼此间势均力敌，那也就代表这个整个市场哦还非常的活络。那这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是长期是偏多。那如果融资增加， 那融券余额也是增加，但是我们大盘的走势是,是下跌的。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各位也不用担心，为什么？它只是涨多了之后的一个回档，所以这个只是啊短期的一点点利空而已。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各位谈到，如果我们的融资余额减少、融券余额减少啊、呃，各位要小心了哈。也就是说，大家都死心了，我都不想去玩股票的，那融资融券余额都啊、呃、都减下来的。也就是说，各位如果有注意到的话，在哦。呃 呃，两千零八年哦，就是、金融海啸，当时我们的融资余额大概到呃一千一百多亿哈，这非常的呃非常的少啊。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各位你要了解到哈，这个是只是一个短多长空哈，是一个长空。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各位谈到，如果融资余额减少，融券余额减少，各位要了解哈，这个是最坏的一个状况，也就是我们大盘而且是在跌哦。那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哦，它。 呃，会一直在探底啊、哦，这个各位必须要了解。那接下来跟各位谈到，如果是哦融资余额增加，融券余额减少，那大盘是上涨的。各位想想看，本来我们是融资余额是五十个人，融券是五十个人，那大家看多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是融资的人已经到了九十个人，但剩下十个人做融券的，各位就要小心了。这往往的话。 纵使大盘涨的话，它会后继无力，所以这个股票不会持续太久。那接下来如果融资已有增加，融券已有减少，大盘是下跌的，那这个呃很有可能会崩跌，好，也就崩跌，因为大家都一片看多的状况之下，那各位你就要反市场，好，那这個是跟各位说明的。那接下来的话，融资已有减少，融券已有呃增加，那大盘上涨的话，各位这个是最好的现象，也就是说，当你大家一片看空的时候。 那也就是说，本来一百个人，那九十五个人已经看空了，剩下五个人看多的状况之下的话，往往融券的啊，金额会呃张数非常高，往往就会产生高空的行情。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哦，各位就可以很呃用力的去买股票，因为后面的话应该是一个会有一个相当啊大的一个行情。那接下来跟各位谈到就是融资余额减少融建，融券啊余额增加。 那大盘是下跌的啊，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它只是一个啊短期的一个回档。那这个只是短空。那啊，这个是有关于八大变化跟各位说明。那接下来跟各位谈到第三个重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就除权除息以及假除权。那首先我们跟各位讲到什么叫做除权除息的意义？那什么呃，首先我们来跟各位介绍什么叫做股利，也就是说啊、呃，公司它在过去的年度它有赚钱，也就是税后的盈余。 那他可以用现金或是股票的方式来分配给他的股东，这样我们称为股利。那股利的话，我们又可以分为现金股利跟股票股利。那所谓的股票股利，我们又一般都称为无偿配股。什么叫无偿配股呢？也就是说，他花股票股利股票给股东，但是不跟你哦相对的哦收钱，这个叫做哦无偿配股。那有关你股票股利的话，它的。 啊，增资是从哪边来的啊？一种叫盈余转增资，另一种叫资本公积转增资啊。这个是有关于啊，股利。那我有关于除息哈跟除钱，啊，它的是怎么样的意思呢？也就是说，呃，如果该公司发发放给啊股东是现金者，我们称为现金股利；如果公司发呃分配啊给股东的是股票者，我们称为股票股利。那公司如果发放啊，呃 现金股利的时候，我们称为除息；如果公司它发放股票股利的时候，我们称为除钱。啊，这是有关于啊有关你除钱、除息的意义，跟各位详加的说明。那接下来呃，再跟各位谈到一个叫假除钱。什么叫假除钱呢？啊，一般来讲，呃，融资的股票在除钱的时候，为了哦为了啊保持啊担保品的真实价格，所以我们在啊除钱的交易的前六个营业日期。 我们会以当日的收盘价作为计算的一个基础，啊、哦，将其前值以价格涨跌的差额合计计算。若整个啊、哦、整户的啊维、哦、持率啊、哦、低于我们目前这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法定比例的时候，它也就是授信机构，也就是说我们的呃证券公司，它就会通知你来缴这个差额，这个叫做假除钱啊。哦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啊本章节就跟各位介绍到这个地方。那各位同学对计算这方面的一个呃问题的话，可以详加的呃看啊研读我们的课本，我们课本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谢谢各位同学的一个观赏。